大家好，我是易华老师。在新的一年，恭祝大家喜气洋洋、行大运、财源滚滚、发大财。新的一年要教大家一个提升工作运的小秘法，先准备一张红纸呢，写上一个熬字，好，然后把自己的名字呢写在这个熬的上面，也就是代表独占鳌头。再准备一个笔筒呢，把这个独占鳌头的这个熬呢放在笔筒的下方，再准备五支不同颜色的笔，用五色绳绑起来。最后呢，把这个笔筒在开工的吉日放在你的办公桌的西北方位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未来一年的工作运呢非常的旺盛，小人不敬，然后老板重用，然后你事业步步高升。恭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广进，发大财哟。